这上面是我们让观众朋友看一下，我们把它挂在这上面好了哈，这样观众朋友可以看得更清楚。它这是一个翡翠，对不对？是老坑冰种的厚的，哦的这个所谓的佛手，雕刻。老坑冰种厚的佛手，然后它这个钻呢？钻它是全部都是这是用棕色带点棕色的绿钻。哇，漂亮啊！哎，姐姐买多少钱啊？ 这个不是我买的，这长辈留下来给我的。哇，对，所以这么漂亮的东西，这个多少价值？其实我也不太清楚。好，我们要不要来剪一下？好，老师，剪剑架。120万元。哇！下面这个行情现在大约差不多在这个20万人民币，然后90万台币。哦，公公，下面这个佛手就90万，然后上面这个套利又给它算得很清楚哈，它有这个12颗，一个20分，然后在旁边钻石算一下加起来大约30万的行情，啊，所以这是120万元。120万，这个在外面120万元哈，是一个基本款。基本哦。不见得会买得到哦。所以至少120万。我让各位看一下，啊，整个都绿的。 所以它身上戴的冰冰透透的绿，它身上戴的比它带来现场的还好，还要厉害，谢谢啊，是。